叮当当，大家好，好喜悦哦，又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今天晚上有男财神 Venkateswara 给我们的答显呢。那男财神代表的是无限的爱与财富，还有慈悲。如果我们想要接受这一份丰盛，这一份爱的话，那今天晚上记得一定要来参加。今天呢，1月24日晚上11点开始开放教室，然后想要报名的联系所有的志愿者。男财神就是代表宇宙的丰盛，还有爱与慈悲，还有丰盛，还有喜悦，还有幸福美满的生活。其实每一次打显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能量的纠缠。当我们与财神的能量纠缠上的时候呢，我们就生活的财富会越来越丰盛，越来越富足。你想要这一份丰盛跟富足还有幸福吗？如果想要的话，那记得一定要来参加今天晚上众目睽睽大家都是在等待的男财神打显吧。我想要分享一个体验哦，就是昨天不是，其实之前呢，就是接受财神的现场打显的时候呢，我就在看财神，哇，他怎么那么温柔啊，这么有爱啊，然后我就一直在看着财神他给我的那个能量，给我的提示，然后我就觉得原来财富是充满了爱与温柔，还有非常的幸福的哦。我们可能对财富有误解，也可能对钱呢会有一些错误的认知，但是在那个当下，我真的是被财神的温柔跟慈悲还有爱给打动了我就对财富有了新的看法，还有真的认识到自己其实跟财神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来自同一个源头，我们的所有的能量其实都是一样的。当我愿意去敞开自己去接受这一份能量的话，所以呢真的很热情的邀请你来参加今天晚上的男财神打显，好兴奋好兴奋，大家很期待吗？那期待就一定要来参加咯，好吗？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啦，那快点来找任何一位志愿者报名参加今天晚上的男财神打显哦，我们晚上见咯。你叮当当，谢谢你们，我爱你们，祝福你们，你叮当当。